著名美籍華裔設計師 Vivian Tam 譚燕玉在國際時裝界非常有地位，曾被選為25位美籍華人翹楚之一。她的男友在一年前因癌症離世，最近 Vivian 亦義賣圍巾，將善款捐贈給與癌症相關的慈善組織。這天她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想透過今次的設計宣揚愛和正能量。因為疫情啦，同埋我知有啲親人啊，周邊啲朋友啊，都有啲即係有癌症，有癌症而過身啦，咁即係 diagnose 咗即係癌症，咁所以我覺得有咁嘅 inspiration， 有咁樣嘅感受，要做一條圍巾出嚟，去即係傳播愛同埋正能量。同埋我想提倡咧，就係要愛自己啦 ，love yourself, heal yourself, never give up 依個口號。因為我覺得咧，好多時因為依個情況咧，環境咧時候咧，好多人咧都係即係好 depress 啊。咁但係我覺得咧，要堅強自己啦，愛自己嗰陣時咧，你會有好多正能量出嚟嗰陣時，你會咧即係。排除好多困難咯。疫症肆虐已經超過一年，令不少人感到悲觀和壓抑。 Vivian 說這段困難時期反而啟發到她正面的創作靈感。這一年半呢，我感覺到一個很健康的身體和很開心的生活呢是最重要的，比任何一樣東西都最重要。正能量去令到我們呢去有健康的身體，有健康的身體的時候呢就會有好，即是病都不會入到我們的身體咯。咁同埋有正能量，令到我好多新嘅 inspiration 添，做嘢嘅 inspiration， 就覺得我以後咧，我會將我啲作品咧，會更加注重呢方面咯，係點樣去代表，點樣去更加提倡 love and 正能量，即係好特別啊！呢個時間，我覺得自己令到我好 positive 咯。同埋我覺得我仲更加健康添，因為我做好多運動啊，食嘅嘢更加要注意啊。咁我覺得 it's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time。至於點解會選擇設計圍巾 ，Vivian 話圍巾為人帶嚟温暖，希望今次嘅善款亦可以為喺等待治療期間無助嘅病人送暖。